不及射偏了，这次真的要多谢你。幸亏是叠针法，叠针法怎么了？ 正是我需要的。这屏风已经很美了，为什么还要补天针线？因为人家好歹叫了我一声大嫂。啊？ 我是说，这孔雀头上的羽毛太少。陛下有令，以百步为据。是。 拉的倒不错，他怎么不射呀？急什么？高手射箭都是要气定神闲。哎呀，陆琪，你能不能行？不行就回来吧。磨磨唧唧的。陆琪，你到底射不射啊？不射就别射了。 陛下，魏巡刚才靠近雀屏的时候，那雀屏上的孔雀，这是孔雀已经太小了，没射中嘛。哎呦，阿姨，你还说他要多厉害？得亏啊，西南是托了皇祖母的福，要不然真是所嫁非人了。公主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雀屏中选的佳话，今天看来是不能延续，回去吧。哎呀，扫我心啊！ 恭送皇祖父。陆琪，记住，朕给过你机会。 恭送陛下。 陆少将军，看来真的是想当驸马呀，高兴的手都有点抖，不过蠢星就差了那么一点点。鲁国公啊，陛下至少还赏识陆琪，给他一次机会，不像你这位郎君，陛下连个机会都不肯给哦。<笑>是啊，楚令是没得过军功，不过他还小。 早晚有一天，会为大唐，出力报效。哼哼，不信走着瞧。走着瞧。<笑>
撒，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儿。擦，全家没一个正经人。擦，乌合之众。父亲，刚才。夫子爷，怎么样？陆琪射偏了。这次真的要多谢你了。小意思，全靠你告诉我那些典籍上的话。陛下呀，咱下令把距离改成了100步。哎，夫子爷，嗯，为什么陆琪站得离屏风近，他反而会射偏呢？这是一个小秘密，今天先不跟你说。哦，对了。还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忙。你说你怎么搞的？我瞄准的时候那个孔雀在动。有这种事？嗯，当时陛下和我都在场，没有什么不对劲啊。刚开始我远离雀屏的时候也没有发现异样，但当我走近以后，那个孔雀就在动了，就像在不断点头一样。这事太蹊跷，一定是有人在捣鬼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多谢。父亲，雀屏的事情就是他向陛下提议的。这个女子我见过，她原本是司职署的司职，今天这个孔雀屏风就是出自司职署。你去把这个孔雀屏风的刺绣给我找来，我到底要看看这个女子她本事有多大。是。夫子爷，找到了吗？没找到，我问了好几个兄弟，他们都说亲眼看见那孔雀开屏的刺绣被裁下来，然后丢进装破烂的篓子里，可是我找了好几遍压根就没找到。没找到会不会是你看漏了？你闻闻我身上的馊味，我都来来回回找了三遍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被别人捡走了？怎么办？如果被有心人捡走了，那可就糟了。